所以他在外面笼中一鸟会这么多，是因为这样子。我们大概家里面养的很多都会养到这种笼中一鸟，很多，包括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叫做黑领椋鸟，然后就黑黑的哈、它唱歌也很好听哦、也是一样，都是这样。它也是跟八哥同一科的，到台湾也是跟他们一样，占据了我们台湾八哥的地盘。就现在很多到处都有。那黑尾、白尾八哥有时候发现说冬天比较少，夏天特别多。白尾八哥从泰国东南亚那边过来的，尤其他如果大太阳之下，他会到学校的操场在那边游戏啊。大太阳之下到操场游戏，因为那个地方大概40度左右。他们是中南美洲的，看到那个地方，哇，好高兴啊！那个热的地方才是他们的地方了、他看到很多。那还有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一些我们在红绿灯的那个灯杆，有看过？这个弯曲的地方，他们就有八哥啊。你要想说要修了，你头发把刚刚那几栋梯啊，小公棍，那大家也在孵蛋呢。他们把鸟养在里面孵蛋，然后从里面跑出来。他们个性就是喜欢热的地方。太厉害！台湾现在地都是已经变成他们的地盘。所以说一个句话就是，大家哈、注意哈、有些鸟不要买，没有购买就没有市场，没有市场它不会引进。也就另外一句话叫做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。你不要买这东西。可以吃吗？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叫巴西乌龟。啊，对啊。巴西乌龟，不要讲啊，巴西乌龟给我告诉。巴西乌龟意思叫大家，巴西乌龟不要买。巴西乌龟大家买的时候是小小一只，翠绿色、苹果绿的，养到这么大。很恐怖的。